jungle. Audio Jungle. 原标题：冷兵器时代杀气最重的三首诗，最后一首至今让人不寒而栗。诗词作为一种文学载体，一直贯穿着中国五千年的历史长河，本应是风花雪月、激情山水的诗词，然而却有几位古人竟将那种尸山血海的情景写进了诗词中，至今读来都是心有余悸，不寒而战。侠客行，李白；赵客骂胡缨，吴钩霜雪凝；银鞍照白马，飒沓如流星。十步杀一人，千里不留行。试了拂衣去，深藏身与名。闲国尽灵隐，脱剑西前横。将至待朱亥，持觞劝侯嬴。三杯吐然诺，五岳捣为清。眼花耳热后，意气素泥生。旧照归金锤，邯郸先震惊。千秋二壮士，选贺大梁城。纵死峡谷乡，不残世上英。谁能输阁下，白首太玄经。唐代的游侠之风非常盛行，特别是关陇一带的戎胡汉为一体，文武不殊途，这就促成了当时社会习剑术、上任侠的风气。李白自幼除勤于文学诗词之外，还拜当时的剑术大家裴民为师学剑，史称其为十五好剑术，高冠配雄剑。李白青年时代理想就是脱身白刃里，杀人红尘中，然后功成身退。这首《侠客行》可以说是代表了李白的最高人生梦想，不第后赴菊黄巢，待到秋来九月八，我花开后百花杀，冲天香阵透长安，满城尽带黄金甲。黄巢820年到884年，曹州渊据今山东菏泽西南，人，唐末农民起义领袖。黄巢出身盐商家庭，善于骑射，粗通笔墨，少有诗才。黄巢五岁时候便可对诗，但成年后却屡试不第。王仙芝起义前一年，关东发生了大旱，官吏强迫百姓缴租税、服差役，百姓走投无路，聚集黄巢周围，与唐廷官吏进行过多次武装冲突。乾伏二年875年六月，黄巢与兄侄八人响应王仙芝起义。乾伏四年877年二月，黄巢率军攻陷运州，杀死节度使薛崇。乾伏五年878年，王仙芝死，重推黄巢为主，号称冲天大将军，改元王霸。乾伏六年879年正月，兵围广州。广宁元年880年十一月17日，东都留守刘允章迎黄巢军入洛阳。12月1日，兵抵潼关。12月13日，兵进长安，于韩元殿即皇帝位，国号大起，建元金统，大赦天下。中和四年884年六月15日，黄巢兵败战死于狼虎谷。七杀诗张献忠：天生万物以养人，世人犹怨天不仁。不知黄渡遍天下，苦尽苍生尽王臣。人之生已有贵贱，贵人常为天恩眷。人生富贵总由天，草民之穷由天遣。忽有狂徒夜磨刀，地星飘摇萤火高。翻天覆地从心始，杀人何须七手牢。不忠之人曰可杀，不孝之人曰可杀，不仁之人曰可杀，不义之人曰可杀，不礼不智不信人。大西王曰杀杀杀，我生不为如禄来。都门揽住黄金台，状元百官都如狗。总是刀下胡素才，传令麾下四王子，破城不须封刀笔，山头戴天树子碑，逆天之人立死跪一死，天生万物以养人，人无一善以报天。杀杀杀杀杀杀杀。张献忠1606年九月18日到1647年一月2日，字秉忠，号敬轩，他是与李自成齐名的明末农民起义军领袖，是大西开国也是唯一的皇帝。张献忠出身于贫苦家庭，从小聪明倔强，跟着父亲做小生意。他贩卖过红枣，也当过衙门中的捕快，后又来到延绥镇当一名边兵。张献忠生性刚烈，爱打抱不平，为此几乎丢了性命。崇祯年间，他组织农民军起义，1640年率部进兵四川，1644年在成都建立大西政权即帝位，年号大顺。1646年清军南下攻川，张献忠引兵拒战，
最终战死在了西冲凤凰山。张献忠虽然去世几百年了，但有关他的七杀诗及他的奇闻异事却流传至今，如入川土鼠、江中陈宝、演习习谷等。其中最主要的就是满清统治阶级把张献忠污蔑为杀人狂、杀人魔王等等。对此事学界也一直存在争议。